今天调查这一边吧，风很大，今天时间比较赶一点。OK， 今天调查这边好一点。今天主要测试链头，闷 QQ 的链头。
的啦，应该刚刚逃跑了，真的跳起来了，不赖吧。摄影机刚好过热，他也要求我摄影机容易过热嘞。垃圾记得带走啊，这个垃圾。好啦，今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了，看看这边完毕，今天的这个链饵测试也 OK， 好啦，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